哇哦，自动抠图 ，What the devil is this？真的画完人物背景应该怎么加，有没有什么简单搞定背景的方法？ P 背景是自己画的，感觉无计可施，最后背景干脆用游戏实况凑合。用游戏实况当背景，这也太草率了，怎么也得选一个更贴切的游戏嘛。在村长修改之前呢，村民们也都可以暂停视频，在弹幕或者回复中来分析一下，如果是你来改这幅作品的话，会怎么来添加背景，有哪一些可以改变战局的地方，一会儿可以看一看和村长的思路有没有类似之处。斗村改画的原则呢，是尽量多的能保留村民们本身原著的元素，而不要直接说撕了重画，那就达不到锻炼审美的效果了。村长观察这个作品的话，可能比起加什么背景，会更关注现在两个角色的站位，因为从现在这两个小哥哥的站位来看，如果要加入真正正确的背景的话，那么近处这个小哥哥其实不是站在地面上，而是卡在茅坑里了。因为以这些砖头为透视线索这么延伸出去的话，你会发现这幅作品的水平线大概在远处这个小哥哥的裆部，所以我们画近处这个小哥哥的时候，也要让他的裆部大概在这个水平线上，才说明这两个小哥哥是站在同一个地面上的。而现在这个小哥的头大大低于人家的裆部，只能说明 Oh shit。所以我们首先得把这两个角色的站位，也就是他们的透视给先调正确，接下来就到了村长改画的必备环节，他摇抠图。但是从上期村长改画节目以后啊，很多村民发来私信，村长你可以直接用苹果相册自带的抠图功能啊。所以村长终于忍痛升级了 iPadOS， 然后发现 iPhone 也得升级， Apple Watch 也得升级，电脑也得一并升级。 Why Tim Cook? Why? Oh my godWhat the devil is this? Oh my god, what the devil is this? 妈，好像抠的还行，看来 AI 现在除了泡咖啡不会，已经什么都会了。那村长思考呢，近处的小哥哥至少他的头顶应该和这边的脸在差不多的一个水平线上，两个角色之间如果能多加一些前后遮挡的话，也会更有那种立体的感觉。喂喂喂，近处这个小哥怎么是个半透明的啊，头发也是半透明的。Oh crap， 这就是所谓的 AI 抠图的代价吗？果然还得村长手抠啊。因为刚才那种透明的状态，或者我们调整色彩的时候就会出很大的问题。AI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说好的辅助画手的工作一个都不靠谱，就会盗图碎尸，生成一堆大胸大屁股弯个，有意思吗？啊，终于清爽了，小哥哥再也不透了，透透。首先呢，村长会觉得用这个竖方向的画布的选择就有点问题，用这个竖画布又想要表现远近两个人的话，那无论怎么调整都会有一点像 Pokemon 或者轩辕剑风之舞。哎，给年轻村民科普一下，轩辕剑就是台湾大宇资讯出品的一个上古时代 Pokemon， 在武侠游戏还没有泛滥之前，和仙剑奇侠传并称为单机武侠游戏的 Jordan。 咋啦？这次倒应该科普。所以村长觉得怎么也应该用一个横方向的画布，然后只要把远近两个小哥哥放大到正确的透视，那直接画面就被占掉三分之一，不仅透视更正确，背景直接就可以偷懒一大片。但远处这个少年啊，头直接被截掉了一半。村长也不太懂村民们画这些人物是不是什么游戏同人啊，这样是不是一种什么刻意的安排。但是一般用这种镜头，一般就会表现远处这个小哥哥是一个还没有正式登场的 hentai 啊，杀人犯啊。所以这幅作品的故事就成了红衣小哥可能是什么 stalker， 而蓝衣小哥突然察觉转身，你叫破喉咙也是没人理你的，谁叫我好老。现在这两个角色头顶基本上对齐，那么根据透视原理，说明天地交界的地方在画布的最上方，所以这个时候呢是看不见天空的，整个背景都应该是地面。那么考虑到村民的首要要求是简单搞定背景，那么村长就想试一下简单的给背景拖一个这种淡的青色，然后两个角色的亮度降低，不要看起来那么卡通。因为我们画背景其实都单单的是画一个背景，而是用背景去强化你最想要让观众看到的东西。这两个小哥哥按下去，背景给它亮起来，就能比一开始这种什么颜色都混在一起的状态更能让观众识别最漂亮的那些图形。再简单的背景都是有艺术人的表达内容的思考在里头，它不是独立的哦，画角色是画角色，然后画背景是画背景，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然后在地面上加一些深色表示脚印啊什么的，两个角色之间再撒一点什么暴风雪啊雾气什么的。哦，
是不是那种电影感一下就来了，就好像大雪封山制造了一个完美的密室，十二个困在山上的游客纷纷遇害，飞天御剑流派帮主停在一起终于抓住了邢汉宁，柯南老弟汝又开始大开杀戒，祸害江湖啊。中二，但是呢这种改法村长好像觉得又有点太简单搞定了，两个角色对视的插画作品里，远处那个角色一般都希望能站在靠下方一点的位置，比如说这里，这样才能把天地交界的那一根线降下来，让画面上方的三分之二能留出天空的位置，这样场面就会看起来更宏大，比如说我们最上方用一个买一个喷枪啊，喷一喷，喷一层啊橙色，喷一层黄色，喷一层亮的黄色，下方我们依然可以混过去，比如说绘制一些简单的这种起伏，都不用连接在一起，就好像两个小哥在华山论剑，或者遇上山贼，此山是我开，此地是我买，好货。但画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远处这个小哥到现在还是一个无头尸体，好像被不愧是飞天御剑刘帮主听代级，村长也只能靠下巴和头发来推理无头遇害者的真容了，如果触犯了什么同人禁忌，望这个圈子的孩子多包涵，因为咱村只是一个研究画画的破节目。其实村长画画这么多年啊，经常会遇到就是自己画的时候想着啊，我修炼的线条光影构图的记忆要怎么怎么使用出来，然后一发布画的不像某个同人，某个同人屁股不够大，有时候就会想我们绘画人天天磨练这些基本功到底有意义吗，就好像感觉我们画者自己沉浸在某一种艺术技艺的修炼，结果观众关注的就是什么其他根本想不到的点啊。不知道有没有村民们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么你觉得应该怎么样看待艺术和大众审美的这种平衡，都可以分享在留言或者弹幕。但总之呢，村长会觉得可能咱们艺术的基本功至少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正确的表达一个故事的能力，会有更多的想法和方案，特别是本期村民投稿作品中的这种问题，如果你没有靠绘画修炼出比如说人物该怎么放透视才正确的，怎么样组合一幅画面才能表达出什么含义这种绘画的内力，那么怎么样用 AI、拿最开始村民的作品去 image to image， 那 AI 生成出来的也只是一个好看但是构图也错误站位也错误或者说无意义的画面。因为背景呢村长画成了一个黄昏的状态，所以刚才呢村长就追加了一个侧面来的光影，把这两个角色的一侧的边缘给它打亮，把这两个角色更能从背景中独立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村长会统一一下色调，然后把一些细节的地方修正一下，就可以收工啦。本期村民们更喜欢哪个版本？感觉村长有达到村民要求，搞定了背景，打5分；感觉村长大大拉低了原作，打 -1000。也记得点个赞，赏个币，转发分享给同样背景你爱贴的村民们。对了，德尔村工坊三年磨一剑的重磅主课通用绘画基本功上架了，业内唯一一个学画大地图般的超长期原创基本功训练营，带你从脑袋空空啥都不会画到天马行空的原创，通过修行绘画训练出在这个 AI 时代依然通用的艺术底层实力，用画面自由表达出心中的故事。去德尔村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斗鸡了解试看，不错过超划算的涨价优惠期。村民们下次见，Adios。